Hello，今天是二零二四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一，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大家好，我是 FX 六八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卫。美国股市呢，周一暂归稳定，市场呢正在等待本周一系列的重磅考验，包括了像地缘风险、经济数据和财报等。而个股方面呢，今天想和大家来比较的是 Sofi 和 Upstart 这两只股票，因为大家都清楚的是这两家公司呢是做借贷业务的，但可能不太了解他们的不同点。 那其实最直接的是，Sofi 和 Upstart 有着明显的两大不同，一个是 Sofi 除了借贷业务以外，还有投资业务，因此呢，收入来源会更加的多元化一点。而相比而言呢，Upstart 则目前完全依赖借贷业务。 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是，Upstart 是少数的采用公正模式的借贷平台。所谓公正模式，指的就是平台呢自己不拿资金出来提供贷款，而是和银行合作，由银行提供资金，贷款出去之后呢，将债务卖给投资机构。那对于 Upstart 来说，可以规避坏账的风险，主要的精力呢放在撮合贷款方面。但传统的方式下，这种模式的手续较为繁琐。 不过好在，Upstart 主打的就是人工智能，他们的人工智能平台能够高效、快速的匹配贷款，不仅呢最大程度降低贷款的坏账风险，而且呢还能根据个人的不同提供个性化的利率。而 Sofia 呢，则是更加传统的资产负债表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更像银行。Sofia 呢会使用自己的资金放贷，并记录在自身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不过呢，Sofa 也加入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只不过和 Upstart 不同的地方在于，Upstart 更加的依赖人工智能。 放贷模型的精准度呢是最重要的护城河，而 SoFi 的业务模式则更加的广泛，除了借贷以外，还提供了像融资、投资、理财，包括信用卡等一系列的金融服务。那从财报本身来说啊，这次公布的最新财报，两家公司都不错，但这个不错也是有差异的。对于 SoFi 来说，它的业务模式更加的稳健，因此呢，当出现现金流转负的时候，就不能令人感到满意了，造成了财报整体不错，但股价依然承压。 而 Upstart 则属于是市场的期望较低，但最后呢，反而给出了没有那么糟糕的表现。 并且呢，由于预期较好，帮助情绪是出现了释然性的反弹，从而呢，短线拉高了股价。但说实在的，Upstart 无论是现金表还是利润表都在亏钱，而 Sofa 已经连续三个季度实现盈利了。从业务模式和业绩的稳定性来说，基本面上的 Sofa 还是要更好的。另外就是 Upstart 核心护城河——人工智能放贷模型的精准度呢，从推出以来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周期的考验，也就是说。 没有经历过衰退的验证，这就令他们的模型依然存在潜在的不确定性。至于降息前景，对于两家公司都有双重利好，分别是利率成本和估值前景。不过，由于模式的不同呢，依然会有差距。那当刚开始降息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利空挑战。 通常降息的前提是出现了经济放缓的迹象，这就意味着贷款需求呢已经受到抑制。那需求和利率的同步走低会打压盈利的表现。而 Sofa 由于能够吸收存款，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放贷，在操作上呢更具备灵活性。而 Upstart 平台上的放贷银行则会因为盈利的压缩而减少放贷，可能会更加明显的拖累 Upstart 的业绩表现。另外呢就是收入来源的多样性能够帮助 Sofa 更好的应对降息。 初期的疲软环境，相比更加单一的 Upstart 会更有优势。因此呢，虽然说财报后股价表现 Upstart 明显更好，但整体基本面上来说，还是 Sofa 呢会更好。估值角度来看，Sofa 最新的合理股价呢大约是六美元，而 Upstart 现在大概是二十七美元。可以看出，两只股票都略贵了一些。技术面上，现在性价比更好的呢是 Sofa，底部形态呢已经形成在了六块一毛四。 而短线存在触底回升的迹象，Upstart 呢，最近释然性的反弹动能呢是依然存在的，不过呢，上方三十七块五毛九已经存在了较强的压力，那短线需要看这里的突破情况，如果能够突破，还能延续一段涨势，但到了四十块五附近的话呢，可能难免会有一波冲高回调带来的风险挑战，供感兴趣的朋友呢参考一下。 那至于明天呢，在经济数据方面，我们可以重点留意的是美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也就是所谓的 PPI。另外呢，也可以留意一下美国石油学会 API 最新公布的原油库存报告。而在央行方面呢，美联储方面明天可以留意一下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最新的讲话。而新西兰联储呢，也会在明天呢公布利率决议以及发表最新的政策声明。那我们可以看一看新西兰联储他们对于利率前景有什么新的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虽然不会很重要，但是呢。 还是能够带来一些参考和启发的。而在财报方面呢，明天有三家公司的财报，我觉得最值得关注，分别呢就是 Home Depot、s e sea Limited，还有就是 New Bank。最后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Seeking Alpha 和 FX68 达成合作，为我们的观众呢提供专属的折扣优惠。想要掌握投资成功的密钥，可以通过扫描图中的二维码，加入 Seeking Alpha 的 Premium 和 Alpha p i x 的服务，为您解锁无尽的财富可能性。 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尽享更有深度的会员专享内容。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看 FX 罗8的节目，更多资讯呢，请在苹果商店或者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 FX 罗巴财经 App。如果喜欢我的视频，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